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了解药师如来，他在第五大愿里面讲到，这个众生呢，如果能够在药师如来正法的时候接受他的教导，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，修行犯恨，然后药师佛的代引之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得。 不缺戒，具足三具戒。那事实上，修行人自己都知道，不管你受戒还是没受戒，我们用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来自我检核，都会发现，我们在所有的习气里面啊，总是会有一些不如法、如律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有好多好多需要修正的空间。当每个人。 当每个人自我意识里面去决定我想要受持这个戒之后，他就会发起发起一种自觉的能力。那自觉的这个力量产生之后，当你去真正要了解戒的内容而去受戒的时候，才能够真的自发出来相应于受戒时候的疑鬼，而得戒体。 所以呢，我们在受戒与不受戒之间，就会看到人心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要修行的自我意愿。有的人他看这个戒其实是压力很大的，就觉得佛陀所制定的戒，我是很难去圆满的持守它。那有的人他不管我是否圆满，但是我有这种意愿。 当我们有一种自我勇敢、自我提息，我愿意改变我生命的错误的时候，这个戒持守下来，你会发现不可思议、妙无穷的护法龙天会帮助你，帮助你去持守这个戒。那还没有进入到真正持戒之前，必须先笃定自己，我生命愿意改造。那受了戒之后。 每个人在修持的过程，一定会有自我矛盾跟冲突，这是任何人都有的。所以呢，一定会有毁犯的情形。有些时候是环境的因素不能够具足圆满，这个时候佛陀就有讲，每一条界都有开遮吃饭，也就是开源的地方，遮遮止，那你要吃，那怎么才叫饭？ 如果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其实他还制定了有一种忏悔的仪轨，让你自己内心再度的反省，然后再把这个戒清净的受持。所以呢，这个呃第五大院里面设有悔犯，闻我名以还得清净，不多恶趣。好，那上一次我们是了解到戒的一个基本的啊这个哎文字上的意义。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啊，是说这个戒啊，这个名相的倒数第四行啊，小乘佛教应在家、出家男女之别，制定五戒、八戒、十戒跟具足戒，那略称为五八十具。五戒是以在家人为主啊，至于八戒的话啊，在家人、出家人都有，也就是八关斋戒。十戒跟具足戒的话。 这个主要是在讲出家人所受持的。我们先把这一段读完，再来做解释。又于佛陀所制定之戒，其本职若为罪恶者，即性罪，就是他性质上，我们是心性里面有犯错的，这种就叫性罪。那这种性罪啊，啊，就是比较严重的最重的四重境界，就是呃，性界中。 最特别特别重的就是杀盗淫妄，杀盗淫妄都是你自信里面，就是你自心纵容你自己去去犯的，去造作的，所以这是最重的。那有比较轻一点的啊，反之若本质非罪恶，然亦令世人诽谤或诱发其他之性罪而特别制定者，称为遮戒。 这个遮戒的意思是说，它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哦、呃，你坏心眼或是你要这样去造作它，但是你这个行为非常可能引发其他的罪。所以呢，啊遮戒里面呃最为明显的就是酒，杀盗淫妄酒的酒，酒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错，但是喝酒之后可能引发一些行为的错乱。 所以，九有三十五师。那例如杀生戒、偷盗戒等，属于性戒。刚刚有讲，饮酒戒多归于遮戒。那这里面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去了解。佛在制定戒的时候，他有分这个四四别，叫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。所谓的戒法，就是佛陀所制定的法则，也就是他所出来说出来的这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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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戒。 那它的它所制定的内容是什么？佛陀在这任何一条街它都有道理在里面，它是有以清净中发出来、发展出来，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法如律的去修持。那所以这个叫戒法，很重点的是要了解戒体，就是戒的体性。戒的体性就是我们佛性这个。 清净的佛性，清净的佛性，从里面去了解原来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不会再造作恶。那这个界体啊，它是没有样子的，界体是无表没有样子的，它有防非止恶的作用。那得这个界体，刹那之间你在受戒，刹那之间你会感受到。 一种内心极大极大的喜悦欢愉，而且自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自信心，自信心去看到自己内心有光明。那这个是我最想要的，这就是真实的。那这个能够帮助我进未来记，进未来记有一个标准，不管我再轮回走到哪里去，我都懂得这个是错。 这个戒体纳受戒体之后，你就会产生一种无作、无作戒体自然的一种力量。那这个让你不会退，敬未来际都是如此的。那有的人他如果受戒，他并不是真的发展出从清近自信中相应产生出来纳受戒体，那么你受了戒之后，常常还会不小心。 去犯了啊，犯了不知道，是不知道，所以你一直在犯下去，来生来世你可能这条街是没吃的。如果纳受戒体之后，你真的从自信里发射出来、发展出来，你只要做错，你就知道是错。所以做错知道错之后是好的讯息，因为知错才能改，你才会越来越。 节量，那这个戒体我们就必须特别的去解释它。那戒行就讲持戒，实践它的这个行为，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那这里面有开遮吃饭啊，就是有些时候有有一种呃特殊的情形，佛陀是允许允许啊、呃、这个所有的修行人在这上面啊、呃、有一个空间可以去调试一下。 戒相的话，就是持戒的相貌，也就是你真的这样做，表达显现于外的，这叫啊戒相。那我们来来讲说，哎，这个戒体的部分啊，这戒体小乘佛教主张戒体无相续，也就是你受了戒之后啊，他可能来生来世你可能再犯，但大乘佛教主张一度得戒。 即永久不失，其实这个中间是有差异的，在我们戒的内容里面戒有分，有的呢是你起心动念，你起心动念他不抓的，我只要不犯就好。小乘佛教他主张戒体无相续，也就是行为表现于外的这个戒行、跟戒相、跟戒法，他有守住，但是我内心起心动念的这一块，你只要。 界相上面不犯，那不叫破，你还是也不叫毁。但大乘佛教它讲的是起心动念，也就是你念头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贪，这个过程，那么你这条界其实守的并不完整。比如我们不偷盗，我们不偷盗，然后你可能啊来到公共厕所，然后反正厕所那个纸一拉一拉一拉的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 然后家里好像没什么纸了，然后现在上的时候啊，顺便拉一下，回家先用一下啊，啊再去买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纵容自己这样做，然后你在界相上面，其实这是公公公用的物啊，好像也没犯到偷谁的。那但是大乘佛教他就在讲，你心中有偷盗的这种想法，你动了这个念。 哎呦，给给他提起凳啊，提提提起桶啊，凳、哦、啊，吼，你尼较轻较快活，那也不用那么麻烦，可以省一点钱。像这个已经有侵犯之意，这个侵犯之意，所以大乘小乘它差异在这里。那如果说你能够了解自自发这个无作界题出来的时候，连这个多了一张纸你都不会想要，你都不会想要，这有差。 但这里是讲的比较细啦，让同学你自己去去斟酌。那如果说你有一天你真的拿了，你会一直记着，你会一直记着我偷拿了卫生纸，所以我国库多缴几块钱我都愿意，我都愿意。这就像我们社会新闻里面有人曾经曾经偷盗，他内心不断的自我折磨，到多年后他如何去回馈。 还付这个钱，或是人家曾经给给予他布施给他的一些，呃，当时的不方便的一个钱财物品，而多年后他愿意愿意呃加倍的去帮助别人，这个这种人本身他不是只有善根，他应该就是已经发展出解体，就是我能够光明的，没有一丝好的亏欠。 那这个上面我们再来了解啊，这个戒体的部分呢、啊，戒体是由受戒的仪式，也就是结膜所得的律仪，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无表称为无表，它会产生自我维护、防护，然后这个戒你愿意持守，那可以遮止恶戒，有防止生口意三恶，保护六根的作用，所以这个律法啊，这个。 这个律法仪能产生防非止恶的作用，称为律仪。那律仪啊，我们以呃，现在我们是属于在欲界，也就是我们是娑婆众生，在欲界接受受戒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达到某一种程度、某一种程度的开发。你在欲界的过程里面，你会得自受戒做法。 也就是别卸脱律仪，你在这上面持守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自己内心感受到一种自在啊。那这是一种得戒的方式。这个是在欲界，欲界我们就是有欲望的众生，所以这个欲界受持这个戒的时候，它会透过一些仪式，比如你去你去皈依三皈依，这是一个基础戒，你去三皈依受持呃五戒。 去受五戒，杀到淫妄酒，然后你去受八关斋戒，你去受菩萨戒，这个过程都会有一个疑轨。这个疑式，当你在里面感受到，这就是内心清静清凉，那个时候纳受戒体，会全身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我相信我累生累劫对于戒这一块，一定有曾经有接触，而且。 对于某些界是有吃的。当我小时候啊，住在海边，那这个海边呢，每天都吃什么东西？生猛海鲜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形，因为家里人就是这样喂养你长大。但是呢，看到这个鱼儿啊，从这个船啊，渔获回来，那渔获回来哈、啊，在海边呢。 那每一天呢、啊？你要看你的行业，你每一天这样子一下过去的时候，其实上百万的，上百万的生命就在刹那间一命呜呼。有没有讲波波拉姨不要？啊，那个锅子好大呀，这样倒下去一下就变透明的，就变白的，对不对？捞起来再换一锅，再换一锅。 再换一锅，有没有吃过八婆鱼？啊，听过没有吃过？你可以想，那个粗糙的表皮，刀子一划，它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动作，它没有很厉害的动作，唰，皮就亮晶晶的，那个鱼就亮晶晶的，没有皮。所以在海边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好痛。 就是心痛。可是一个小孩子，你怎么会有看到这个爆婆姨跟那个在煮这个鱼啊的时候会心痛？我相信，我相信跟自己累生累劫接受佛法，有心要持这个杀戒，一定有直接间接关系，真的痛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吃过套丢？跟那个小管？ 它本来是透明的，还会变色，对不对？活生生的入到水里，下来起来就变粉红的了。然后就在这样一锅一锅当中，一个抽蓄一个抽蓄的心痛。吃了鱼我就会过敏，吃了鱼我就会过敏，吃了鱼就是会过敏。所以我相信，我累生累劫杀业，我一定有吃受过。后来。 长大了，长大家里人要求，要求喜欢吃蛤蟆跟辣。啊，那蛤蟆跟辣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。叫我去买蛤蟆，或叫我去买辣、啊，这个市场以前的传统市场不是现在的超商啊。这传统市场，我从前门走进去，就避开那个海鲜的那一区，然后后门出来之后，我没有买。 我再买不下去，再从后门进去要去买它，要从前门再出来，又觉得很痛，买不下去。终于为了要满足家人家人的这个要求，还是买了回去炒了。在回去炒的时候呢，不是要加很多姜蒜吗？加了姜蒜，它在下锅的时候，它不是这样一口开口笑就开了，对不对？ 然后这样开口开口的时候，就觉得它一阵白烟呢、啊、飘上去，一阵白烟飘上去，在很多人觉得是香，在我觉得是尸臭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尸臭。于是有一天晚上啊，我就，我就内心就一直很无助的，很无助。有一天晚上睡觉，就睡觉，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了。 梦到有一个阶梯，有一个后花园、啊、一个花园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然后有阶阶梯，一层一层的阶梯。然后就有一个老婆婆来带我。老婆婆说：“你对我来。”那我想说：“你要你叫我去哪里？”你跟你对我来，我啷个催你？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走走走走走，走到那边就看到了观音菩萨。 就看到有一尊，不不用讲一尊哦，他是让我看到的是跟我们人是一样的，非常非常非常庄严。然后有个玉坠子系在腰部。然后我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我就跪下去，然后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跟他说：“哇，不爱猪啦！” <laughs> 因为在小时候是看着这个渔夫啊。 他们渔获的时候是别人在杀，我很心疼。可是当我自己要杀的时候，好痛，我杀不下去，所以我就一直哭，跪倒在梦中是哭的，然后跪倒在那个观音的前面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直哭我不爱抬啦，我不爱做啦，我不爱被喊嘛。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不行，就觉得说那件事是我很痛苦、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这个时候。 这个观音大士，他就把手伸出来，然后我就把手搭上去啊、哦，搭上去，然后给我看起来，一跟我讲，哎，有姻缘呐、啊，就跟我讲有姻缘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一阵檀香，因为它有个玉坠子，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它的裙摆摆动，然后有一阵檀香让我站起来，再仰望观音大士。 尊荣，那这个让我从梦中醒过来。当这个情境让我很深刻、很深刻的感受之后，我发现生命有一个东西在呼唤我，有一种声音在呼唤我，呼唤我回家，呼唤我去遵守我想遵守的个人的内心中心、中心想要遵守的东西。 我不会想要再听世俗的所谓对跟不对，我要听我自己的声音。什么是对跟什么是错？那这个之后，当然经过非常多的折磨啊，跟这个瓶颈。那这个这些让我顺利的通过了好多自我抉择的生命形态，所以最后可以落法，可以持戒。这里面。 有很多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很艰辛的过程，包括从家庭的关系，然后我必须吃素，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或是宗教原因吃素，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吃荤。我相信这个是跟我累生累劫受戒的时候的戒体有关。 是跟借体有关，不是所谓我要不要的一种很浅、很浅，不足以支持我继续走下去的一种片面理由。它是很深层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要跟同学讲：，当你生命有一种要呼唤你回家的路，要让你真正认真去了解你自己要遵守的东西，其实是真的心甘情愿，而你。 你觉得这是一种极为愉悦的事，去尊重，那么你的戒一定持得住。那这个就是在讲这个戒体啊，这个这些例子似乎是有点繁琐，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，你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种改。 那戒体啊，戒的这个持守上面呢，除了刚刚所讲的啊，就是受戒的时候别解脱律仪，就是能够受持，能够得戒体以外，还有一种啊，戒净律律仪，也就是定供戒，就是修禅定的人，当你修禅定进入到深深的禅定中的时候，也能够自然的气入清净当中，也能够发生，发生。 这个戒体能够防止防止你的这个恶，那这种呢就是属于啊色界的戒，也就是你在禅定当中，你的伤口会宁静到某个程度，那这个时候得的这个戒叫静虑虑仪。那这个戒有些时候，如果你出出定之后，这个戒体还会消失啊，因为你还是在有漏的状态。 那另外一种呢？啊，第三种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，要得这个无漏律仪的话，你大概修行的路就不会偏差了。这个无漏律仪叫做道共戒，也就是无漏律仪，就是断尽烦恼的无漏戒啊。就是你修行的时候，你从自己体性上体性上去修持。 你体性上真的防非止恶，行住坐卧之间都关照得很好，生口意好好护持，好好持守你自己，然后自然会有体证误入误入啊这个佛所说的真理的时候，所以见到以上的圣者，他就会入无漏定中，获得这个律仪，就获得这个界体，这个是无漏界体。那这个无漏界体发之后。 你自然就是远离过恶，你自然行住坐卧就会弃入这个律仪，弃入这个界里面，然后随心转界，你在所有一切里面，你很明白，你这个界是活的，它不会真的让你很痛苦，不会，它是自由的，因为你的心是干净的。那这个叫道共界。 与无漏道共生共灭，所以这种戒体发就是菩萨不退。当你能够发这种戒体，你修行就不会退，因为戒定会，你那个戒的那一块那一区，它就会一直有一种不做戒体，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为，都没有特别的因素，都没有别人要规范你的原因，你自己内心的清净跟标准就出来了。 它会让你生生世世一直安住在这个清净的行为、身口意里面，直到你成佛。这样，所以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戒？为什么要去受戒？我们在欲界里面，我们透过受戒来发得这个戒体。我们修习禅定来得这个清净色界的戒体。那这个过程是一个进阶的。 一直到你修入了无漏，呃，定共戒之后到，再到道共戒，这个之后，大概修行起来就轻松了。那我们像社会上有一些所谓呃呃受戒而不持戒的情形，那这个呃我们就不用去管别人的事，因为戒本身就是在让自己启发，让自己能够安住在清净当中。 啊，那这个地方跟同学介绍这个戒体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皈依佛法僧三宝啊，这哎二十九页，皈依佛法僧三宝系参加佛教教团之第一条件，故三皈依特称为三归戒，此戒为大小乘所重视。所以呢，啊、呃，要当一个佛教徒，呃，先要有皈依。这个皈依啊，不要把它看得太严肃。 其实皈依的话，就是我有意愿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接受教导，我要学习了。你把它看成是这样的定义，就会来得比较轻松啊。佛、哦、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科学，而且呃非常呃人性的东西。那不要把它看成是非常的严肃。那这里面有讲啊、哦，啊、呃、这个接受药师如来救度跟指导的众生。 能够具足三聚戒，那三句戒也跟同学做个解释。二十九页里面的三句境界，三句境界就是大乘菩萨戒的代表，大乘菩萨戒的代表就是三句境界啊。含摄大乘诸戒，圆融无碍。那第一个摄律一戒，简单说，摄律一戒就是所有错的事，所有恶的事都不应该做。这里面。 乃舍断一切诸恶，含摄诸虑以之止恶门，就是止恶啊。为七众所受之戒，七众之知道吧？七众哈、啊，就优、是、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在家的啦。那出家的话，啊是沙弥、沙弥尼啊，然后呃，视禅摩那、比丘、比丘尼，这样叫七众。那七众所受的戒，随在家、出家的。 不同分五界、八界、十界、具足戒。五界杀到淫王九知道啊，八戒啊，八戒的话，咱呃，大家知道八戒吗？知道哈，就是八关斋戒嘛。八关斋戒就是这个五戒之后啊，五戒之后还加呃，这个不坐呃，不坐高广大床，不坐卧高广大床。 还有呢，就是呃不涂香油或装饰，就是离涂饰香幔啊花幔等等，还有啊、呃、不听歌舞，不往歌舞观听啊，不去呃就是,是看这些看戏啊等等这些啊，还有非食时,时，离非食时,时。 啊，这是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是优婆塞、优婆夷一日一夜当中学习出家人所守的戒律，也就是一种观摩跟学习啦，去感受一下这是八戒。那呃，接下来的十戒，十戒是在讲沙弥跟沙弥尼所受的戒啊。那沙弥跟沙弥尼，他们基础上有一些是自己要持守的啊。那里面呢，前面呢。 杀到银旺酒，加上刚刚所念的，不图事相慢，不歌舞观听，不坐卧高广大床，啊、呃，不非食时啊、呃，在家不续金银宝。说沙弥沙弥，你手上不拿钱的，还是不过都不拿钱财啊。这个在我们出家的时候都要守好长的一阵子。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续金银宝？因为沙弥沙弥，你一定是在寺院中没有出去。 他一定是要有多久的时间在里面观察，然后视察磨纳两年之后受具足戒啊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地方就跟大家介绍，那具足戒就是比丘、比丘尼所守的戒啊。比丘有两百二十，呃，两百五十；比丘尼三百四十八啊。那有的讲五百戒、啊，这里面呢好多好多的内容啊，就不跟同学介绍，因为这个是。 啊，同学目前啊不需要了解的内容。那这个，呃、欸，可总归为别谢托戒、定共戒、道共戒。刚刚有讲嘛，啊、哦，别谢托戒就是欲在欲界里面，我们是欲界众生嘛，欲界的戒。然后定共戒是禅定的时候色界的戒，道共戒就是断尽烦恼无漏的戒。 那这个地方摄律一戒，就所有的恶、所有不对的事情都不能做，这是法身之因。我们成就成佛的时候，不是要三身吗？法身、报身跟应化身。所以法身之因就是所有恶的都不能做，因为法身本质清净，所以如果你有恶覆盖了，你身上沾惹了一些不对的，你就不能显，你就不能显法身。所以要。 离断诸恶，你的这个呃功成德现，才法身清净，法身才可能证入清净法身。所以这个地方呢、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原来恶的事本来就不应该做，并不是以为我还可以偷偷摸摸的做一点事，然后没有人看得到，然后想一点坏，然后不会影响我的修行。其实三千大千世界。 都是完全曝光的啦，它 <laughs> 是完完全全曝光的，累生累劫？我们有一些业报没有错，那个业报可能我们会有好多的小疾病啊、大疾病啊、开刀啊等等，这些都有没有关系？那个是在受过去的。可是此生此世，从你受戒之后开始，如果你是真心愿意吃，真心愿意吃，只要一饭。 只要一犯，你就会马上警觉，然后他还在现场啊，被你所伤害的众生是不是还在现场？他的神识是不是还在跟你同处中？这个时都不、啊、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做一些惭愧、忏悔,悔、度化的动作，是不是都没延续到未来？你傻傻的会累积很多嘛？所以，这样知道意思。 所以受持戒律的话，如果你愿意、愿意真的真心的话，过去我们可以慢慢因缘线的时候去还复嘛。可是现在不累积，是不是以后就很轻松？才有才有德正菩提的时候嘛。好啊，这个就在讲这个。好，第二个叫设善法戒，菩萨戒里面呢、哦，你恶不做，但是善要行啊。所以摄持一切。 菩提道戒，修习一切善法啊，这个是修善门。菩萨所修之律仪戒，以修生口意之善，回向无上菩提。如常精进供养，呃，如常勤精进供养三宝，心不放逸，守摄根门，即行六波罗蜜等。如果有犯过，则如法忏除，长养诸善法。此即报身之因。 以其止恶修善，故成报佛之缘。我们刚刚讲，错误的事不能做，是不是法身之因？你才能正得清净法身，智慧开启嘛？你恶都不做嘛？那报身之因就是你所有的善因缘里，善的都应该要做，你不可以懈怠的。你看到了就不做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即使因缘不成熟，不够圆满。 你终究跟你有因缘的，你早晚是要圆满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成就报身之缘。第三叫摄众生界，又叫饶益有情界，啊，即以慈心摄受利益一切众生，此为利生门。大乘佛教称菩萨界叫啊持戒波罗蜜，所以我们不是持戒是持是戒波罗蜜，能够持戒而达到彼岸。 就是比生文存的戒还要殊胜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说，戒波罗蜜总摄一切戒法。那戒法里面有啊，用十善为总相戒，十善修行十善，知道哈？十、哦、善就是十恶的啊，另外一边就是真的去持守它啊。深山口寺，啊，意山里面呐，我们要修持十善业，这是总相。 那其他无量界都是别相界，《梵王经》列举十重禁跟四十八轻，就是有十条特别重跟四十八轻罪。那这个地方三聚境界讲的是，如果接受药师如来的指导，他正法时候经过药师如来宣扬佛法，然后他跟随着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那这些相应的众生学习菩萨道的都能够圆满。 三句境界，那这个是呃，谈到三句境界跟这个戒的基础。那为了要达到清净，我们都是修行里面呢、啊，要达到清净。后来又发展出大乘菩萨道里面又有讲大乘戒的基础点，在于知罪不可得，名为持戒。意思是说，你要了解空的道理。现在我们要把戒。 戒看起来是不是有规范的条例？所以有规范，我们有一个标准，对不对？那你标准常常会有自我内心比对，比对啊，我那丢不？我那唔丢。所以戒律怎么样，我应该持守否？这样是没办法自由的，因为你的心一直要去比对。所以真正在大乘佛教里面，他要讲你身心洁亮哦，身口意真的不犯之后，不犯之后，你就不要再想戒了。 我们一般众生错谬差异在哪里？就是你啊，一切是空啊，你不持戒，用空的空来解释自己生口意，生口意，跟我不执着就好，其实这里面是愚痴的，这是无明啊，你并不清楚。然后你必须持戒，你必须持戒到生口意不犯之后，不犯之后再来把这个戒，你。 已经在戒里面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持守了，你心中不再比对自己跟戒的关系，那你在这里很自由自在，眼睛不去看别人的错。你如果看别人的错，戒就在这个地方。跟同学解释一下，如果你眼睛一直去找挑剔别人的错，你的戒的概念都一直在。不用挑剔别人的错，你只要自己身口意清净起来。 然后你自然就能气入空，你眼睛不看别人的错，因为你不是指导者，你只是要帮助众生。我们看地藏王菩萨是不是看到所有众生的错？地狱的众生是不是做错很多事，所以在地狱？所以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一天到晚看众生错？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是对的众生度还是错的众生度？所以度是不是把错度到对？ 众生是不是错？所以渡到对，所以是不是众生都有错？可是菩萨不是为了挑剔众生的错，菩萨不是为了挑剔众生的错，而是要告诉他对，让他自己走过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是用他的错用戒来处罚他，而是告诉他对是什么，而你主动去改正你的错。所以戒是给自己吃的，不是给别人吃的。 那大乘菩菩萨里面讲到啊，大乘的戒，它一定跟空的道理、空的概念结合起来，这样持戒就是很自在。我们消极的，先要把恶止了；积极的，要行善。里面的起心动念抓好，它不攀缘，而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又能够知道缘起缘灭，这是毕竟空的道理。 所以你在持戒任何的这个过程，跟空的道理结合，这个时候持起戒来其实是轻松而自由的，它并没有负担。那这个才能够得清净。那所谓我们要证得清净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错，所以我们用世间的啊世间的佛陀所教的办法等等的这些叫有漏。 啊，这个有漏的修行可以暂时压抑、压抑我们的烦恼，让我们纠正我们自己，这叫世间清净。嘎仔，我不走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啊，我现在想清楚了，那我心里比较安定，这叫世间清净。那真正要得清净，是要出世间清净。出世间清净是要无漏道，你要修持清净功德。 那这所有里面呢，才能够证悟了，你才能够完全灭尽烦恼，这叫出世间清净。那这里面要是如来说，如果有悔犯的话，他一定会教导他如何惭愧忏悔。然后闻我名矣，听到我的名号，因为他是接受他指导的，还在现况中啊，还在现况中接受他指导，所以听到药师佛、药师如来的名号的时候。 就想到你当时皈依，想到你当时受戒，想到你自我意愿，这些全部涌现现前，就愿意自庄严，就愿意自庄严。当你做错很多事的时候，你念佛，不管你念哪一尊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论你念哪一尊佛，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念到什么？诸佛菩萨弟子惭愧。 我今造业，我做唔到下下下下下，我今忏悔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忏悔了啊。好，所以我愿意改变我自己，是不是？第二个进阶的，把自己愿意改变的，自己发愿说出来，是不是自发自发出来之后，我惭愧啊，呃，惭愧也惭愧的，我要改变的，我也要改变，勇敢的，勇敢的说，自信本清净，我应该是可以办得到。 一切都清净，放下放下，我勇于承担。这个时候是不是诸佛的清净，我的清净，是不是合二为一？是不是能够还得清净？阿弥，唔知叫做念伊的名，阿不念念讲佛祖，做业障，咙好你讲的，然后我干那未未通，是不是？